你碰见他们了？他们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情况真不怎么样，一个跟兔子似的让保安团的人注意啊。当时情况那个危险，我跟你说子萱，要不是我，出谋划策，舍身忘死，我去掩护他们，他们就完了。佩剑买到了吗？当时情况太复杂，没来得及问。不是，那他们人去哪儿了？对呀，去哪儿了？这是个问题啊。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那我们一会儿去哪儿会合？这事儿我还真知道。放心吧，子萱，我已经告诉老陈他们，我们还在万悦楼等他。只要他没事儿，就会到这儿跟咱们会合的。<笑>居然要买电子管，这是要跟他们的上级联系啊？别做，咱们这么着，不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吗？ 别坐，谁想？我，耗子是谁？弄堂。错。是耗子精。哈哈哈哈哈！知道你舍不得。魏国，这帮耗子精吃到现在。 粮食应该剩下也不多了，剩下怎么办？还得到这儿找。那咱们怎么办啊？你说呢？一个铺子一个铺子搜，我就不信这帮耗子精不出来。聪明。你坐，要死的要活的。死了。明白。走。 行了，咱快上去吧。走。我们现在人已经到齐了，佩剑的事呢先放一放。我们很可能已经暴露了，现在得想办法离开这儿。咱们这么多人，目标太大了，怎么走？富贵，你对信封城最熟悉了，明天你去一趟马市打探一下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 说了。
你这是在弄我干嘛呢？昨晚上我们家少爷出去溜达的时候，碰到一个什么剿总的旅长。你说的剿总的旅长是哪一位？南路军，好像姓邱。剿总的人突然出现在兴丰干什么？ 我们的行动不会暴露了吧？暴露？我们怎么会暴露？除非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内奸。陈宗涛现在在万月楼荷花的房间。嗯，行，我马上向吕座报告。 邱祖荣那老家伙也来信封城了。这老小子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！哎，你看啊，他跟咱们顾司令还有吕座那是死对头啊。能让他抢了功吗？这样，他肯定知道小分队要上这儿来买马。我把大量买马的消息放出去，到时候他把兵力都集中在这儿，你。 踏踏实实的上万源楼去抓人，争取给他们一锅端。嗯，这办法好啊！声东击西是孙富贵想出来的？是。小子有进步啊！嗯，是有点长进。那我总结一下你说的这几条啊。第一。 孙富贵想到了声东击西，是。第二，他们在万月楼，是。三一个，陈宗涛跟陈子轩知道什么关系吗？不知道，父女关系，并且关系紧张，是。那这说明图纸很有可能在陈宗涛身上。 有点意思啊！当共产党的女儿不信任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亲爹，去吧，到万月楼抓人。去，李座，得到可靠消息。 有人在马市购买大批的骡马。巧了，我也得到线报，说万月楼有动静了。那，您的意思是？哎，这信丰城谁有这么大的手笔，买这么多骡马？肯定是小分队为了运送物资用的。可是万月楼又有动静了，那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？李总。 上次您去万月楼，可是偷了个空啊！所以说万月楼是个烟雾弹，是为了他们买马做掩护的。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带人去马市抓他们。保安队长离得近，你来不及了，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立刻行动。是。 哎，马都已经弄好了，一共50匹，就差交定金了。50匹马，动静这么大，容易让人注意啊。现在信丰城戒备森严，万月楼那边乱哄哄的，人多眼杂。我想，如果在这马市把动静闹得大一点，子轩跟老陈他们不就安全了吗？ 这荷花不在，它出去了。跟你说，没什么事，你远点走。
记得把东西都收拾起来啊。老板，二位来了。您看啊，这是真正买罗马的老板。哎，客气，我也是替别人干活的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问怎么称呼啊？姓杨。哦，杨老板。哎，你好。您要的罗马已经准备好了。您看，好，这是钱。啊，好，谢谢。罗马呢，我们今天先迁走一部分，剩下的明天再过来取。听你安排。给我搜！别动啊！你回来！操！哎，老总，说，是不是有人带你来订了大批的罗马？是是是。人呢？刚走啊！出什么事了，老总？给我追！是，哎，慢点！怎么了，队长？这么马场，人作混杂，不利于搜捕。在马场，我设卡盘查，务必给我抓到共党！是，慢点！又怎么了，队长？把他逮了！是，老总，你什么毛病啊？快点！快点！说怎么见不着人呢？在这儿等着咱呢。不是，现在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个，给我闭嘴！喂，硬闯，只能硬闯。站住，站住！富贵，走走走，你跟宗达志，你们没有在通缉单上，你带着他先走，我掩护你们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怎么能让你落单呢？我知道你是个好兄弟，你懂得仗义，但现在不是仗义的时候。杨队长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要走一起走。不行。哎呀，你俩别吵了，再吵谁都跑不出去。闭嘴！啥意思啊，宗大师？咱能丢下老杨不管吗？孙富贵，把脸你给我摸，把脸给我露出来！我不，把脸给我露出来！没水，你给我撒，你给我撒，你给我撒！滚！我让你把脸露出来，你不擦是？我来擦！Yeah!
我说你们有病吧？这都扒光搜十遍了，还搜呢？闭嘴！你再说一句话，我拉出去把你毙了！找什么？闭嘴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在搜什么？他们在搜图纸。什么图纸？还是陈参谋长聪明啊！陈参谋长，陈参谋长，这次呢，多亏您私底下把情报给我们，要不这几个人呢，是真不好抓。陈宗涛。你们这种伎俩，是不是太低劣了点？陈参谋长，我们周旅长想亲自接见您一下，您看。周旅长。哦，原来是周月婷。对对对，你认识。没想到果然是你。老陈，不会吧？陈子轩，我再说一句，我陈松涛从来就没有背叛过党，也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组织的事儿。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都问心无愧。前面带路。哎，你请。少奶奶，你看什么？少奶奶，无论多危险，我告诉你啊，只要少爷我一出手，分分秒秒不成问题。诸葛亮也就这意思了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。哎哎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冷漠，你怎么着？万月楼待腻了，也出来溜达溜达。幸亏我从万月楼出来，我告诉你，陈队长、陈松涛，还有你那跟班，就那个，就那瘦猴，什么时候说的？刚刚啊。那杨建邦呢？杨建邦他们还没回来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去了。我不是一直守在这儿给你报个信吗？报告吕座，人都搜过了，没发现图纸。那也许图纸被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陈松涛、陈子轩在咱们手上，不怕找不到图纸。其他人呢？我们去的时候，就他们三个人在房间里。按照您的吩咐，我们当着陈子轩的面，说这情报是陈松涛提供的。二人之间果然是有矛盾，当即就翻脸了。进步啊，会用离间计了。都是吕座教导有方，对这帮工党啊，就得使点损招狠招。搬进来的是吧？哎，宋大师，给我一把你！哎呀，进不去啊！快，帮帮我来！哥俩玩挺好啊，正门不走，走窗户。来，别介。
陈参谋长，周旅长，别来无恙啊。陈参谋长，还记得两年前何应钦长官召开的剿总大会上，我们见过面，还握过手。那个时候呢，您是54师参谋长。没想到啊，世事弄人啊，咱们在这儿见面了。周旅长为了追我，也是处心积虑啊。这样，陈参谋长，咱们呢也是老同事了，什么刑讯逼供那一套呢，就免了吧。我知道，图纸你肯定知道下落。这样，你配合我一下。你的过往我不救，生死嘛，我已经置之度外了。图纸我也转移了，你们是得不到的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作为你这种老特工，我相信生死早已经置之度外了。不过陈子轩那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隔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，哦，没过一段时间就携手共赴黄泉了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陈参谋长，你要是配合我行动的话，我会对陈子轩网开一面的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望您三思。照顾好陈参谋长。是是是，告辞。干啥去了？你们才回来？能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信丰县到处都是保安队的人。刚才我们几个就差点被保安队的人追到城外去。哎，子轩跟老陈他们呢？他们被人抓走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不，你亲眼看见的，你不救他们？同志，能不能不这么莽撞？我一个人怎么救他？我不得留下来给你们报个信儿啊？谁抓的？保安队的人吗？我看着不像保安队的人，他们使用的车像是剿总的车。那不就是剿总的人干的吗？这下可坏事了。我觉得这剿总的人肯定是专门到这个县城里来追我们。我早就跟陈队长说过呀，我们这个小分队啊，恐怕是有内奸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求求您了，这时候就别聊内奸的事了。同志们啊，同志们啊，戴公子、杨队长、老穆，咱们的同志们现在是身陷囹圄啊，咱能眼睁睁看着吧？不能吧。我同意杨队长的说法，全力救陈队长这是真事儿。大伙现在能不能冷静下来，客观的去分析一下情况，别老动不动你分析个屁呀。分析啊，没错，我孙富贵从定南活下来以后，就随时做好了再牺牲的准备。他能咋的？我跟他拼了。哎怎么？哎别别别别拦我，冷静，坐下。那个，别拦着，都别拉他，让他去，让他送死，搭上自己这条命，子轩也救不出来。去吧，去吧，富贵，我听组织的。请这位先生到别的地方休息。是。干什么？你这上来干什么？不准上来，上来！你别废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要把我的人带到什么地方去？陈队长放心，他很安全。陈队长，请坐，咱们平心静气的聊一聊。听陈队长口音，是江浙一带人啊，我也是浙江的。同乡不同路，别想拿这个来套近乎。
我是浙江湖州双林镇的，不知道陈队长。我不是双林镇的。哦。不过我有一个亲戚是。啊，前两天我的一个同乡给我烧了点我小时候最爱吃的东西，陈队长有没有兴趣尝一尝？刚才忘了自我介绍了，在下周月亭，字同德。二十几年前，有一个女孩给我起了个外号，叫熏豆。我不叫熏豆，我叫周月亭，字同德。我说你叫熏豆就叫熏豆。那好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爷嫌我太闹腾，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闹闹。你真的是熏豆？你果真是闹闹，我找了你好久。闹闹，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下又见了。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面。哎，不管怎么样吧，咱们从小情同手足，这种感情在这个乱世里还是弥足珍贵的。是。其实闹闹，我自从看见你照片那一刻起，我就强烈的判断陈子轩肯定是闹闹。哎，其实我一直是想帮你，我真的想帮你。帮我？闹闹，你看看现在的形势，从大的来说，其实国共两党同族同根，没有必要再斗下去了。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霸占东北的日本人。从小的方面来说，贵岛、贵军其实已经溃散了。真的把吉祥图纸给你们，你们能有兵工厂？你们就算生产出来，你们能有部队？子轩，其实我希望你在这个事情上不要再固执了，一定要配合我，我会有办法让你和你的队员们都安安全全地成为普通人，既往不咎。闹闹，也许太多年没见了，这种感情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回来。这样吧，这么多天你也很累了，在这好好休息几天吧，我会照顾你的。闹闹，从小就是你一直保护我，现在我长大了，我是个男人，我这么多年找你的目的就是想保护你，把你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好好的保护，请相信我。我爹说过，以后让我走仕途，当了官，官爷就不敢打我了。你要是当了官，我可就不理你了。周月亭的出现，让儿时的回忆瞬时涌上心头，陈子轩一时心痛万分。李总，您这是一计不成，要不要再生一计？请君入瓮。请君入瓮。
吕作是想，你去派个人到万叶楼，叫他们过来个人谈判。是。戴小涛，戴小涛，戴小涛呢？哎，您好，您找戴向涛？对，啊，鄙人正是。你好，周旅长派我来送请柬的，这是请柬。啊，周旅长，是南路军剿匪总指挥周月亭吧？对，这是我们旅长，定南指挥部就是他派人打下来的。你们的陈队长现在在我们那儿，我们周旅长想请各位派个代表过去谈判。好什么好，你先下面等着，我们商量一下。不会胡说去吧。哎，邓公子，嗯，咱们现在去谈判，你说你知道这个事儿，你起码跟我说一声吧，这样谈判的时候我心里得有个底啊。这事儿回头单说，眼下这事儿有点不大对劲。你看啊，按理说周月亭抓着了瘦虎还有子轩，应该是就地枪决，要么就是潜速南京。但是他没这么干。这个说明什么？说明了在咱们小分队里头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，所以他才会要求我们去那谈判。那关键是现在他们被抓了，咱们一共剩四个人，你说这重要的东西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咱们回去问问肩膀跟老木吧，要不然谈判谈判啥呀？谁告诉你我不知道？我啥都知道，现在关键是你不知道，你到那儿以后一定得把不知道说成知道，要不然他们会把你抓起来，然后把我抓起来，最后把家里的人抓起来，这样咱们就全军覆没了，知不知道？你说个绕口令一样，那我知不知道啊？你不知道，但是你一定得知道，知道吧？好了，走吧。我得知道。哎，不是，我不知道啊。报告林总，人带到了。这是我们周旅长。啊！哎呀，周旅长，久仰大名啊。寒暄客套就不必了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你身上有个东西，是我需要的，对我很重要，对你们不重要。啊，周旅长果然是快人快语，一看就是务实之人。您能再说一遍吗？我没大听明白。图纸 ，ZB26图纸，党国命运所系，我必须拿到。知道这件事可能是周旅长比较看重啊，但是周旅长，我一介平民，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咱哥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开门见山，我有点不大适应，我脑子转不过来。戴公子，广州富商戴康永的儿子，在广州城吃喝玩乐横行霸道，怎么哪根筋动了，跟共产党混一块儿了，不想过好日子了是吧？看来周旅长对鄙人还是很了解的。好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，为了个女人。戴公子还是个情种，还行吧，眼光不错。那你又不是共产党，你代表他们谈判，你有这资格吗？我觉得问题不大。你们这东打听西打听的，我们陈队长在哪儿呢？交出图纸就能见到你们陈队长了。没问题，周旅长，图纸的事儿包在我身上，但是我有个要求，
能不能先让我看看他们三个人？戴公子，你太着急了吧？我说你们还有没有点诚意啊？我以军人的荣誉担保，你们的陈队长现在安然无恙。好，那我也尽量说服我自己相信你了。那么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回去商量一下。嗯，告辞，陈队长。我送。走。吕佐，为什么不把他们扣下来呀？哎呀，他就是个公子哥啊，扣他有什么用？图纸。图纸就是，不是我哪知道什么图纸啊？我又不是你们的人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图纸是啥？你不知道图纸的事儿啊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答应卓月婷答应那么痛快？就是，我还以为你知道这事儿。就是啊，你怎么就这么随便的答应白水君的条件呢？不是你们反倒指责我了是吧？我那叫缓兵之计吗？李总，嗯，我想问您个事儿，这个捷克机枪有这么重要吗？这款机枪结构简单，枪长1161毫米，枪重9.6公斤，射程达1000米以上，每次可持续发射500发子弹，是用9.72毫米的毛瑟步枪子弹，无论是在战斗还是恶劣的情况下都不易损坏，最主要的是更换枪管就可以持续使用射击，单支的火力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。我记得清末的时候，森格林系几万骑兵围不住小小的英法联军，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马克沁重机枪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国共两党都在抢这个图纸，枪如果一旦量产，无论放在哪一个阵营，它都能扭转战局。的确如此。如果共党手里有了这个机枪之后，剿匪难度会大增。哦，我明白这个意思了，就是我们拼了命也得把这个机枪图纸握在自己手里，绝对不能让这个图纸跟共党的大部队会合。那谁知道现在图纸在哪儿啊？图纸我知道在哪儿。在哪儿？在陈松涛的身上。上山的时候，他为了证明他的身份，曾经拿出来给我和陈队长看过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次组织上派我来，就是为了翻译还原 ZB-26 图纸。那可是，既然图纸在老陈身上，那周月婷为什么还问咱们要啊？你问了，肯定在老陈身上没有搜到，老陈给藏起来了。那藏起来不就是没有吗？对啊，没图纸怎么救人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图纸有，我们也不能拱手送给白匪军。老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咱们眼睁睁看着陈队长跟老陈去死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呀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就想到听别人的话，那现在到底怎么知道吗？都别吵吵了，都听我的。我有一个办法。这戴向涛啊，他不是共党，共党的人肯定不听他指挥。如果这图纸在共党手里的话，他们可能拿了图纸走人去完成任务。按你这么说，陈子轩他们也不顾了？那可说不准。这群人啊，他们把任务看得比命都重要。在戴向涛眼里，人呢肯定比图纸重要，但在共党眼里，这人呢不一定比图纸重要。那我们就打个赌。我赌共产党更看重人。我拿着图纸，我去找周月婷谈判去。在我们俩聊得最好的时候，你们赶紧朝红道劫人去，行吗？我觉得这个主意可以啊。行，那就这么办。长官，有什么需要吗？是不是想死啊？是吕总派
许冠吕作说，这个木蚁人精通器械，尤其是图纸修复。戴蒋涛正在准备假图纸，准备蒙混过关。公堂正准备劫狱救人，记清楚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终于是完成了。来来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呀，就是我伪造的 ZB26 图纸。这行吗？这个，对方万一要看出破绽怎么办？对方如果不是个行家，绝对看不出来任何问题。哎，那你怎么知道对方不是个行家呢？哎，行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除了他跟老陈之外，谁也没见过真的图纸，能蒙过去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回啊，这少爷算是把话说在点子上了。